跟你嫂子说的，他说可以治了，但是呢，哦，我没听到压缩机的声音，没听到压缩机的声音，我来测一下，我来测一下那什么，测一下氟利昂，他说是可以制冷，但是呢制冷不下来，所以呢，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大部分都是漏氟利昂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对，他刚告诉我有那个什么，他说是突然这样的，他回国之后突然这样，所以突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是那个什么。那就是那个可排斯的坏了，看压力没有变化，因为我没听到压缩机的声音。然后呢，我打开测一下，测一下应该是可排斯的。它突然这样的话，一般的话，要不就是个大漏，要不就是那可排斯的那个压缩机没有转，压缩机坏了，或者是那个可排斯坏了。但是呢，你看它是 RG 的，看到没有 ？RG 的压缩机，你打开看一下。我刚测了一下是25，哎，25的话应该可以转起来，它这个应该是45，然后呢是25，然后呢我先试一下，那是用 LG 的压缩机，它的一定不 reliable， 然后我先去给它拿一个先试一下，我换了个新的，还是不转，压缩机有问题，这 LG 的压缩机特别操蛋。经常有问题，你这房子有多少年了？没有十年啊？没有十年。他说，你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有没有跟你注册说有十年warranty？没有。没有。哇，就是已经超过五年了。超过了，我们是2015年的吧。2015年的。2015年是建的，但我们去年刚买的。哦 ，OK， 哇，那操蛋了。我用个哈德斯达的 Kit 看行不行，就是把它帮着启动一下。压缩机有问题。压缩机坏了，你看我把它的，我给它放回去了。我的拷门取下来，不是把那个拷门看，压缩机的拷门取下来了，然后测一下。压缩机坏了，看到没有？压缩机坏了，哦 ，caution。然后我用哈德斯达的 Kit 看能不能把它顶起来，你看，这是先是红，然后就是 caution， 看能不能顶起来。我去拿个那个一般的哈德斯达的 Kit， 是那个两个的，先试一下。我干脆都测一下 run 也是这样。然后呢也是这样 ，OK， 然后呢我再看 start， 然后呢也是这样，看，所以呢，我来去试一下，放了一个最简单的，看能不能起来。如果能起来的话，我给它放一个那个 521， 如果起不来的话，那只有那个什么了，只有换掉，换个压缩机，或者是换整个外机。我刚看了一下，里面是29K 的，三吨的 ，OK， 三吨的，这是凯瑞尔的，垃圾东西，千万不能用 LG 的 ，LG 的压缩机简直是 sucks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听一下啊，可以听声音，我们看一下压力也可以，看一下压力。249.6 OK， 然后呢，你看你们听到声音 1 2 3，好，起来了。但是你听，那个压缩机里面有个东西掉了，看，压缩机里面有个东西掉了。你听这声音，就是好像那个铁和铁磨的那声音啊，哎呀，不行了。降不下来了，看，只能降到170多。你听，哇，也不行了，哇，那声音不对劲了。虽然它猛的也把它起来了，但是里面声音不对了。
好了，给它放回去，给它放回去，哎，给它倒过来，给它倒过来。然后呢，哎呀，你看，开瑞尔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差，原来越来越差。他说这个，他刚告诉我，去年刚换的，刚把开瑞尔的换成一个 Xbox， 这是那个春的，春的。所以呢，你看，哇，简直是。哇，这个特别小，我刚看了，这是2吨半的。你看，它用的那个 rotor compressor， 它小的那个 Goodman 的，它也是用的，你小的话2吨的，它都用那个用 rotor 的 ，rotor 的不行，用的打中央空调上，过几年就会坏。Yeah. OK， 所以呢，大家。要考晒的，哎，越想快越慢。我刚问他那个，他刚装的那个 Xbox 有没有10年warranty warranty， 他说不知道，好像没有。所以呢，希望看我的视频的，然后呢，都学点知识。一定要10年 warranty， 尤其是现在410的氟利昂，就是马上就要有那个32的氟利昂，现在这种氟利昂压力都特别高，压力特别高，然后呢很容易坏。你看他这个，他说2015年的房子，这就是那个什么，这刚九年，如果有10年 warranty 的话，你看他就给你一个免费的压缩机。你不然的话，你看，这样全部要自己付钱，所以呢，希望看我的视频的能省点钱 ，OK？ 然后一定，当你装外机或者内机要装整个的时候，一定要问他要10年 warranty。现在所有的厂家都提供10年 warranty， 至少10年 warranty，OK？ 一定要要，你不要的话，你要看过我前面视频就知道，你。他那个安装的人不给你注册，只有5年。他给你注册了之后，然后，那个什么就可以10年。所以呢，一定要10年 warranty， 就是让他给你注册一下，或者是你自己来注册，你自己用那个 model number 和 serial number， 然后呢，加上安装那个公司的信息，自己注册也可以。但是呢，一定要注册或者一问他要。所以这凯瑞的我修的太多了，坏呀、漏呀，简直是那个几率要比其他公司要高，比 Goodman 的要高。他们都说 Goodman 不好，哇，我觉得这个它比 Goodman 还不好。Goodman 的外机一般很少有问题，它内机的话会漏，就是偶尔会漏。但是呢，你看现在凯瑞的我见过太多外机压缩机漏，压缩机坏掉。因为他现在用 LG 的那个垃圾东西，千万他空调上的这种压缩机千万不能买。你要问他一下外机是不是 LG 的压缩机，他要是的话不要买。 OK，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，这不去了，现在10点19了10点17了，这不去了，那个明天吧。那个春的，因为那个顾客说他要也这个是春的，别人给他换的，这个的话他说也是春的。你看这个两吨半的比这个3吨的都大，但是里面的压缩机不一样，那个是那个 rotor， 这个是一般的 screw。 然后呢，你看我一般的话我装过几个这种，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装这个。你看看了没有，它是那个那么多东西，然后呢，而且关键是它这个上面没有普瑞锥的那个1/4的厚，我还得去拿一个钻把它钻。然后你看这个到时候容易坏，诊断起来也麻烦。 OK， 所以呢大家不要装，这是春的一个 unit， 这是春的。好，我让它打开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
它这是 soft straw。看一下，看，看到没有？你得听到声音，先是风扇转，然后那压缩机在转，看，听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 Oxbox 给设计的。它先是这个慢慢的起的，然后一下子压缩机就起来了 ，OK， 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里面，哇，马上就云就过来了，哦，开始，哦，打开，开始滴那个什么了，173，开始滴雨了，我先收拾一下我的东西，转了大约有10分钟了。它里面温度开始降了，从84 OK， 现在开始下雨了，看 OK， 下雨之前啊，安好了一个，哇，你看这发电机，自己家的发电机，用煤气的，这用煤气的发电机，这是煤气。